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。今日同大家导航嘅产品系飞利浦 Sony Care 9900 Prestige 声波震动电动牙刷。飞利浦 Sony Care 9900 Prestige 声波震动电动牙刷是第一支拥有 Sense IQ 智能感应调控科技的电动牙刷，可以即时感应刷牙力度，并在过度用力的时候自动调节，提供专属个人化全面洁齿体验。过度用力刷牙的时候，手柄底部会着起紫色灯以及震动提示，刷磨感应。如果过分大幅度来回刷磨牙齿的时候，手柄的底部就会着起黄色灯和震动提示。全新的 A3 Premium All-in-One 多功能刷头，一支就可以达至洁齿、护龈、美白、除牙菌膜的功能。Sonic Care 声波科技可以提供31000次震动和摆幅，有三段力度，分别是低、中、高。另外一共有五款的护理模式，可以在 AI 智能 Sonic Care 应用程式入面自行设定，分别有清洁、亮白、深层清洁、牙龈健康和敏感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嘅产品系飞利浦 Sony Care 9900 Prestige 声波震动电动牙刷。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，同埋记住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都可以去门市揾我哋嘅同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